好，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今天讲课的之前也要发菩提心。这个菩提心的重要性我们这几天也给大家介绍了。还有就是，我们每一次讲课的时候都在讲这个菩提心的重要性至少有几分钟的时间，讲这个菩提心的重要性。因为这个菩提心在大乘佛教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这么讲，我们的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每一次都讲这个菩提心提醒大家发菩提心，就是希望大家拥有这样子的菩提心也就是希望大家为了这个菩提心而奋斗也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心愿。所以我们每一次都在提醒那么今天也不例外，请大家发菩提心。那发菩提心呢，简单的说我们最好是发自内心的诚心实意的。如果暂时还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发心还没有到达这个标准的话，那就是造作的造作就是勉强勉强的，不是主动的，就是被动的去想想什么呢？想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我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就是我的人生的目标不仅是这一世的目标，而是生生世世的这个目标我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是为了能够顺利的做到这件事情，要成佛我要成佛，因为成了佛才有这个能力所以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成佛我从现在开始，为了成佛而这个修心学佛文思修行，包括这个烧香拜佛这些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那么成佛就不仅是我这一生的这个目标，而且是生生世世的这个目标这就是我们的就乃至这个成佛之前的唯一的个目标就是这个这样子下决心不仅是下决心，每一次我们做回向的时候呢，然后就回向自己能够就是未来的任何一个时候生生世世都能够遇到大乘佛法的善知识大乘佛的善知识，能够遇到大乘佛法能够拥有这个菩提心这样子法缘，每一次都要这样子法缘，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也就请大家首先这样子发菩提心，这叫做大乘佛法，如果有了这样子的发心，有了这样子的目标然后呢，我们做任何事情，做任何的善事，都成为大乘佛法，都叫做大乘佛法否则的话，我们昨天也讲过了，表面上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德，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心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基础这样子的话，那就这些功德这些福报，最后变成了什么法都不确定的至少不是大乘佛法所以非常重要。我们从这个轮回整个的这个轮回的角度来讲我们
拥有这么多的选择，拥有这么多的选择，而且我们有这么好的条件啊，这样子的时间啊是非常非常啊少，非常稀有，非常罕见啊，这样子的。那么就是好不容易有一个这样子的时间的时候啊，然后呢我们啊就是又为了现实的一些小小的利益啊，然后就是为了健康啊，为了长寿啊，为了这个家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这个新式化的啊新式化的这个法会，然后就参加太多太多的这些商业化商业手段的啊这些法会，确实是没有任何意义，这些东西啊没有意义。最后呢这个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就讲过这个事情，是4年5年前。最后啊我们的这个真正的佛法，像这个菩提心啊，还有就是这个证悟的智慧，就会最后被这些新式化的和商业化的东西啊遮盖啊，然后呢这些东西越来越兴盛啊，然后我们的正法就是越来越没落啊，最后就是会消失，会导致这样子的结果。所以就是我们啊一定要看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这个佛法啊，什么是学佛啊，什么是新式化，什么是商业手段啊，这个大家啊就不要迷信，不要迷信啊。佛教就是非常非常的推崇啊这个智心智慧，不要迷信，迷信永远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我们本来就是因为迷啊就流转到这个轮回当中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上啊又学佛的时候又加了一层另外一层迷啊，啊这样子的话就是可能走到轮回的最深的地方啊，没有办法解脱。所以大家要这个要看清楚，要学习，要知道这个佛大乘佛教的精华是什么啊。所以首先要发菩提心啊。接下来我们啊讲今天的这个课，今天的课的这个题目呢啊做一个古典啊世上见居的现代佛教徒啊。为什么要讲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内容呢？因为我们就是很多人觉得啊佛教这个最古老的这个佛教啊跟我们的现代的生活啊，就很多人觉得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结合，也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两个水火不容啊，没办法兼容。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是要过一个现代的生活，要不然啊我们就是只有啊就是就传统，就是学这个传统的佛法啊，那么这两个是没有办法啊同时进行。还有一个呢，我们很多人对佛教的这种啊误解啊特别特别的多啊，那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误解呢？就是因为我们佛教啊，佛教，很多的佛教的这个寺庙、佛教的团体啊、佛教的善知识，都没有把这个佛教这么好的东西啊，就是没有把这个佛教的真正的这些佛法的内容啊，没有去推广，我们缺乏了这个系统的这个教育。啊，系统的教育，系统的课程，所以就导致了最后就是我们的社会就对佛法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误解，然后我们自己佛教徒自身也就不知道佛教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结果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看看佛教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学佛啊就没有办法跟现代生活结合，真的是这样子吗？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的话，我们很多人觉得佛教里面就有太多太多的约束啊，太多的约束，就是学了佛以后呢啊吃的穿的用的啊
然后就是包括这个说话啊，包括我们内在的念头都要开始控制了啊，受到太多的控制，太多的约束啊。这样子以后呢，学佛了，就是自从学佛，自从进入了佛门，以后就感觉到有压力啊，然后就是不自在，所以就很多人就是不敢这个学，不敢进入这个佛门，有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个佛教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啊。还有一个第四啊，很多人觉得佛教徒啊应该啊当这个苦行僧啊，这个尤其是出家人啊，一定要过上这个苦行僧的生活。然后呢，除了这个出家人以外呢，那在家的这个学佛的人，稍微比较投入勇猛的这样子的这个佛教徒的话，那就是一定要要当一个像苦行僧或者是半苦行僧啊，要过这样子的这个生活啊。如果这个物质生活啊过得稍微好一点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打扮啊，这个穿着稍微有一点点时尚啊，潮流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很多人觉得这个佛教徒不应该啊，佛教这是不是佛教徒可以接受的啊，有这样子的这个误解啊。那这个就是导致了很多啊这个不学佛的人对佛法的这个错误的理解啊，还有我们自己啊，佛教徒已经走入了佛门的人的，有很多时候的这个这个压力又变成了一种压力啊。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老的师兄啊，稍微年龄比较大一点的人啊，然后就是对这个新来的啊这些年轻的这个佛教徒对他们的这种要求啊，施加很多很多的压力啊，然后呢有太多太多的要求。那么这些要求到底是不是佛对我们的要求啊？是佛对我们的要求，还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啊？这么多的该做不该做的这些，是佛对我们的要求呢，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啊？那佛教啊，佛教里面有很多民间的这个信仰啊，民间信仰的这个想法啊，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念啊，也就是掺杂在这个佛教里面。然后呢，很多的风俗啊，很多的风俗，民俗啊，也就是啊，在这个也就掺杂在这个佛教里面啊。然后呢，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多的这些啊老师兄啊，他们自己相出来的啊，或者是很多的这些道听途说的这些这些内容，当作是佛的这个内容，当作是佛法啊。这样子以后呢，就是导致这个学了佛以后就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非常有压力啊，导致这样子的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也得要看一看啊，这些到底是不是佛的要求啊。当然佛教有没有约束？有约束啊。有没有原则？有原则啊。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呢，确实是不能突破的，有这样子的啊，有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这个很多人平时啊，我们比如说在进入这个寺庙啊，或者是平时自己学佛的时候，我们觉得可以做的不可以做的这些呢，有可能很多都是有可能很多都是跟这个民俗有关系，跟民间的信仰有关系，还有就是跟老师兄们的自己的想法，个人的想法有关系，有可能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接受？不是一定要接受，但佛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不可能100%
能够做到100%的做到了，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就成佛了啊。佛对我们的要求，我们100%做到的时候，那我们跟佛一样就成佛了。但是一个初学者啊，一个初学者，那佛有对初学者的要求，那么这个对初学者的要求呢，我们尽量的去啊，尽量的去啊，这个完成啊，尽量的去做到。然后对初学者的这些要求当中啊，有一些啊，有一些是原则性的啊，原则性的比如说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它最关心的啊，或者是最忠实的是什么呢？就是伤害啊，伤害其他的众生啊。那么其他众生的伤害我们可以分几种，比如说我们说话的时候呢，伤别人的心也是伤害，但这个还不是很原则性的东西。这个我们说话呀，做事呀，如果一定不能伤到别人的心，这很难啊。然后呢再下来啊，就是伤害别人的身体啊，其他众生的身体啊。那么这个就稍微严重一点，注意一点，稍微注意一点，我们可以做得到啊。最后就是伤害啊其他生命的，其他众生的生命啊，这个就已经是非常这个关键性的啊，原则性的问题了。那么这些要求当中啊，佛的这些要求当中，我们哪一个是这个原则性的啊？哪一个是一定要做到的啊？哪一个是可以尽量的？那也有很多这样子的啊分别啊。那这些我们分清楚了以后呢，我想这个大乘佛教啊是所有宗教里面呢，就是最没有压力的啊。大乘佛教是最开放的、最人性化的啊，这样子最没有压力。但是我们不了解它的真实的内容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感到有压力啊，就很害怕、很紧张啊，这样子。然后这些啊，佛教的这些戒律当中啊，戒律有没有用？啊，比如说在家人有五条戒啊，杀盗淫妄就五条戒，但是呢也没有说啊一定要守这个五条戒啊。我们平时讲三皈五戒啊，三皈啊皈依，然后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三皈，然后五戒啊，就是这是非常的这个基础的、非常基本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啊，这五条戒当中啊，五条戒当中，没有办法全部做到，那这样子的话，佛没有要求让我们一定要做受五条戒啊，可以受四条戒啊，可以受三条戒啊，两条戒啊，还有一条戒啊。如果这五条戒当中啊，我只能守一条戒，一条戒对我来说是不成问题啊，适合啊，其他都不行，那就可以，其他都可以不守，只守一条戒啊。还有比如说一条戒啊，我也不能守24小时啊，我把这一条戒只能守8个小时啊，晚上啊，或者是12个小时，白天啊，我只能啊受这么一段时间，其他时间我不适合，我没办法受，那也可以的啊。有白天的这个戒律，有晚上的戒律啊。比如说有些人的工作啊，白天上班啊，这个工作跟佛讲的啊有些要求有一点点冲突，那这样子的话，他上班期间没有办法啊受这条戒，但他下班了以后呢，他可以做啊，可以做。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他下班了以后呢，可以守啊，可以守今天晚上到明天的这个白天天亮啊，那这个之间他可以守。如果这个啊都不行的话，那么每个月的，比如说15啊、30、初8。
那这样子的这个比较特殊的时间当中啊，那么可以守啊。比如说佛经里面有这样子的公案啊，比如说屠夫啊，就在屠宰场里面啊，宰猪宰羊啊，这样子的人，那他可不可以皈依呢？他也可以皈依啊。那么他皈依了以后呢，那等于是什么呢？那他的身份就是一个佛教徒的身份啊，但是他的工作呢，就是屠宰场的工作啊。那这两个就是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啊。那么这样子就是不是允许佛教徒去杀生了啊？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啊，他比如说这个屠宰场的工作他不能不做，没有办法，只能去做啊。那么只没有办法放下的这个情况下，他皈依和不皈依哪一个好呢？皈依对他有帮助啊，所以佛允许啊这样子的人也可以进入佛门啊。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啊，也可以这个进入佛门。还有比如说啊，这一条戒只能在一个月的这个十五三十，或者是说啊，每一个月的星期天，那星期天他可以受这个戒啊，其他时候都不能受。那这样子的话，那佛没有要求一定要啊，就其他时候一定要做到啊，没有这样子的强制性的这个要求啊。那么这些都是根据自己的啊这个时间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所以这个五条戒给任何人不会施加压力，不会变成任何的压力啊。这有压力的可以不受啊。这个我们别解脱戒、在家戒就是这样子，在家的戒律就这么五个戒律了，不会导致压力，可以自己选啊。那这是佛允许的啊，佛允许的。佛经里面呢有明显的记载啊，这大家一定要知道。然后第二，菩萨戒，那菩萨戒就有三个选择啊，上等根基的啊，上等根基的根基比较成熟的人，能够接受比较多一点的这个戒律的，那就可以受20条戒啊，菩萨戒。20条戒，如果啊觉得啊这20条戒觉得太多了啊，太多了啊，没有办法受那么多戒啊，那就中等的啊，只有8条戒。中等的就只有8条戒啊，然后这个8条戒啊，如果归纳的话，那也只有4条戒，实际上就只有4条戒。每个戒如果细分的话，可以分2个，这样子一共是8条戒，不导致这个压力。然后这如果觉得这个4条戒啊，也就如果做不到这样子的话，那最后最最最简单的就是1条戒啊，1条戒，这个是我们适合我们很多很多人啊。佛就是有一次对某一个国王啊讲啊，然后佛说，因为国王啊他的事情太多太多，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去学习啊，然后呢啊这些没有那么多时间。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国王啊他管这么多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啊这些戒律他没有办法受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佛就说啊，佛就说，那就你就守1条戒啊，1条戒很简单啊，只要你心里啊这个下决心啊，我一定要为了一切众生成佛，这叫做圆菩提心啊，圆菩提心。只要你心里有这个想法啊，有这个决心，这样子的话，那就够了，这就是你的戒律。啊，这就是戒律，没有任何其他的附加的要求啊，只有这一点啊，你就不要忘掉啊，这一点。
然后呢，你每一天啊，随喜啊，这个诸佛菩萨的功德啊，你每一天就随喜啊，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菩萨的功德，嗯，然后你把这个随喜的功德，把这个随喜的功德啊，回这个供养给十方的啊佛菩萨，然后请求十方的佛菩萨，然后把这个功德啊分配给啊天下所有的众生。实际上这就是回向啊，我们把这个功德啊直接我们自己分配，那就是我们自己做回向，回向了这样子也可以。或者是我们把这个功德啊供养给佛菩萨，然后请佛菩萨把这个功德分享啊分配给所有众生啊。那么只要你做到这三件事啊，你就是一个菩萨，这就是你的戒律，不需要太多的繁琐的戒律啊，这个非常简单呢，就第一个戒律啊，就是把这些菩萨的二十条戒啊，不行那就是四条戒啊，四条戒都不行那就是一条戒啊。一条戒其实没有什么戒律了，一条戒这是一个发心而已，实际上就是一种发心啊，就是下定决心啊，我一定要为一切众生成佛啊。那么这个决心啊存在啊，那么你的戒律就存在，这就是你的戒律，没有其他的要求。嗯，啊，这个就是天下最最最简单、最有意义的学佛的方法，就是这个啊。这一点，我们任何人啊，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的人啊，什么样背景的人，任何一个人啊，都可以。这个发心跟任何一个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不冲突啊，这是一个内在的发心而已。那已经艰难到这样子的地步啊，所以我们收这个菩萨戒的时候啊，收菩萨戒的时候，首先我们大家要去学习这个菩萨的戒本啊，先把了解二十条戒，嗯，看看这能不能啊收，然后呢再去了解啊四条戒啊，这四条戒或者是八条戒。那这个四条戒啊，适不适合自己啊，能不能受？嗯，如果这两个都不行的话，那就是最后一条戒。那这样子就可以啊，这个整个的菩萨戒啊，就是浓缩到四条戒或者是一条戒。那这没有什么压力啊，这有什么压力呢？啊，我们心里这么去想，这没有任何的压力啊。我们心里这么发心，这有什么压力呢？嗯，这跟我们的任何的生活不冲突，任何的工作不冲突啊，谁也不知道我们心里在发什么愿啊，所以家里的人也没有办法反对啊，身边的人也没有办法反对。嗯，那这个我们是完全可以做的啊，这是非常简单非常轻松的啊一个戒律。菩萨戒就是啊，简单到这样子的地步啊。这样子的话，比如说一个人啊，这个无条戒，我们在家居士的无条戒当中啊，就选一条啊，其他都不受。然后菩萨戒里面呢，那就选一条，其他都不受啊。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太多了，我太忙了啊，等等等等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那就只受两条戒了。啊，两条戒当中呢，都包含了两条戒受了啊，那么这也是可以说有我们已经有了戒定慧啊当中的戒，已经有这个戒律啊，这是第二啊，然后第三啊就是密乘戒啊，密乘戒如果啊。细分的话，细分的话，那就是十四条啊。简单浓缩的话，那就只有五条戒啊。
五条诫加上两条诫，一共就是七条戒律，这个就是三摊大戒的戒律啊，这就是整个的啊，别解脱戒、菩萨戒、密乘戒，嗯，所有的戒律加起来就这么七个啊，七个，嗯，非常的简单啊，嗯，我们大家看看每一个国家的法律宪法有多少条啊，啊。这个佛教的这个戒律呢，其实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三，就这么七条戒律，根本性的戒律就这么七条，所以这些内容啊，我们自己了解了以后呢，然后就不会有任何的不会有任何的压力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啊，学了佛以后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约束。啊，然后就是根本就不敢靠近啊，很多人就被我们的很多师兄就把这些人吓倒了啊，还有太多的要求啊，很多的要求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要求啊，这样子以后呢，导致大家不敢学佛了啊，这样子，那么这个戒律呢啊，佛教又没有戒律，这个我们当然不能说没有戒律，有戒律了啊，然后戒律呢也分。根本戒律和分支的这个戒律，分支的戒律呢稍微轻一点，根本戒呢是原则性的要求但是原则性的要求如果我们没有做到反了违反了这个戒律也可以忏悔这样子，所以戒律就是不要以为佛教有太多的戒律，没有太多的戒律，如果喜欢简单的那么就这么几个这个戒律七个就七个可以归纳为七条戒这是戒律方面然后呢我们再看看那这个学佛以后呢是不是一定要过一个苦行僧然后这个佛教的包括出家人佛教徒是不是一定要过艰苦的生活？是不是这个日子过得越艰苦，越是修行人啊？我们很多人的观念就是这样子啊。那是不是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那我们也要看看啊，我们要看看这个佛，有几个佛经我们看一看佛是怎么说的啊？这个上面呢？我们看佛怎么讲首先我们看看佛说佛母报德藏般若波罗蜜那么这个就是所有的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的浓缩版再下来了以后呢，《金刚经》和这个《心经》《金刚经》和《心经》再浓缩的话，就变成《金刚经》还有这个《心经》，然后这个佛经有很多种类有三个种类一个是佛亲口讲的，这个佛经，然后。第一类第二类呢这个不是佛讲的，但是呢佛把某一个人加持了，被加持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可以讲出佛跟佛一模一样的这个佛内容，那这个就像比如说像般若心经这类的，心经就是这类的佛经这样子。然后第三是佛允许的这种佛经，那佛允许的开许的佛经，开许的佛经呢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佛经，就是佛经里面呢比如说讲遗失在某某地方师尊给多少道比丘讲什么什么这个缘起缘起，那这当然不是佛讲的了，这个缘起就是后面的人假的，不是佛讲的
但是佛允许的，佛说可以以后啊，把这个佛讲的法啊，形成文字的时候啊，可以有这样子的缘起。所以很多佛经啊有缘起，然后中间啊，很多时候呢啊闻佛，然后呢佛怎么回答啊。这也不是佛说的，后来的人加的，然后最后的时候呢，佛降完了以后呢，然后所有的人与非人、天龙八部的听众啊，赞叹啊佛的这个语言，那么这也是后来的人加的啊，这些都是佛允许的啊，所以佛经就有这样子的三个种类，那么。这个，简单的这个名称啊，叫做这个般若十颂啊，般若十颂也叫做般若十颂。这个，那么这个是属于哪一类呢？啊，就是佛亲口讲的啊这一类，非常非常了不起，非常这个有加持的，在藏传佛教里面，这个是。大家都非常重视，就像汉传佛教啊当中的这个《金刚经》一样，大家都所有的佛教徒都知道的啊这样子。比如说像《心经》，《心经》的话，在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任何一个佛教里，大乘佛教里，大家都所有大乘佛教徒都念啊，都背，然后都知道的。那这个般若十颂呢，就是一个这样子，是佛亲口讲的啊。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啊，这个般若十颂啊，或者是这个般若佛母，为什么叫佛母呢？我们平时也讲，因为所有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佛啊，都是因为证悟了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讲的内容，然后他就变成了佛，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空心就是所有佛的啊母亲一样，因为佛就是证悟了这个，佛就诞生了啊，证悟了他的内容，佛诞生了，所以就是叫做佛母啊。那这里面怎么讲？我们啊，首先看看这个。菩萨，这个菩萨是一个初学者的菩萨啊，不是讲很高境界的，就是刚刚开始发菩提心。这个般若十颂啊，它是有注解，有非常标准、非常权威的这样子的注解啊，这里面都是这样子啊，菩萨。菩萨睡了受无余啊，无余是什么？我们下面可以看啊。然后呢，贵名佛法即生种，念我当争一切智，是诸失落啊波罗蜜啊。这一句话就是这个。这个般若十颂啊里面的一句话，那么他说什么呢？后面啊还有这个，好，这里面啊讲的，我们刚才讲的物欲啊，物欲是什么？物欲就是色、声、想、为、触啊，就这五个啊，这五个。就是叫做无欲啊。那么色就是我们的眼睛啊看到的啊这些东西，然后声啊，当然大家知道了，声音响，然后为这个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个所用的啊五个外面的东西，然后外面的东西当中，比如说色啊、声啊，这些有好坏啊、中等的有三种，
比如说色有好看的啊，不好看的，中等的，声音好听的，不好听的，中等的，三个都分，这样一共是十五个。然后就是这十五个当中，五欲啊，五欲是十五个当中的最顶级的五个啊，才叫做五欲。比如说啊，色就是非常好看的，非常漂亮的啊，非常美好的，叫做五欲当中的色啊。不好看的和中等的不在这个五欲，因为五欲啊都是相守啊，用来相守的，所以就是美妙的、美好的才可以相守啊，不美的、不好的就虽然这个也是色啊，但是佛教讲的色就是所有的物质都叫做色啊，但是这个不漂亮的、不好看的和中等的啊，那么就不是这个相守的，所以就是。这当中啊，色也是这样子，这个最美好的啊，最美好的风景啊，最美好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啊，色声也是啊，中等的和不好听的啊，声音杂音啊，大家都不愿意听的这些杂音啊，嘈杂的声音啊，不叫无语啊，最美妙的，比如说音乐啊，这样子的这个声音，歌声、音乐等等啊，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些，才叫做五欲啊。这欲就是欲望啊，人们特别特别对这些东西特别啊有这个欲望啊，特别执着、特别喜欢的这些东西，叫做五欲，才叫做五欲。想啊。也是，然后呢，除啊为和住想啊和这个，尤其是为啊，就是我们的饮食啊，饮食除啊就是衣服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触的这个触觉上面啊可以用的这些东西。那么这五个啊，思神相为处就是无余了啊，那这叫做无余。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无欲，大家知道了，这个菩萨啊，遂乐守无欲，就是说菩萨啊，他虽然非常的喜欢啊，这个相守这个无欲啊，而且为了这个无欲啊，为了这个无欲啊，这是因为刚刚学佛的、刚刚发菩提心的这个菩萨啊。他是有这个欲望的啊，他不可能发了菩提心立即就没有所有欲望都断掉啊，他会喜欢啊这个无欲的啊美妙美好的啊色美好的声音啊等等啊菩萨啊，虽然发了菩提心啊，虽然发了菩提心，但是呢，因为这个修心的次第还没有达到那么高啊，所以呢，菩萨。他在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会追逐啊，会追逐无欲啊，会相守无欲啊。我们不要说你不只是学佛的吗？为什么学佛了还这样子呢？这个是不切合实际的要求，是学佛了呀，但是呢，刚刚开始而已啊。现在没有成佛呀，如果是成了佛的话，那可以这么讲，你不就成佛了吗？为什么还要喜欢这些东西呢？可以这么讲啊，你不是学佛吗？为什么还要喜欢这些东西呢？是呀，是学佛呀，但是刚刚起步而已啊，刚刚起步而已，不好意思，刚刚起步而已，所以就是这个，这过高的要求，佛都没有这样子要求，那我们谁有资格这样子要求对别人呢？佛不会要求，佛非常的理解，非常的理解我们的情况啊，什么样的人啊，对什么样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要求啊，对什么样的人可以有什么样的要求啊，佛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啊，对我们的初学者啊，当然比如说杀盗淫妄这样子严重的问题呢，
佛也要求我们啊，不要去杀，不要去偷，有这个要求。嗯，但是如果这个无欲啊，无欲不是我杀或偷啊或欺骗啊这样子的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如果不是啊，是我正当的手段啊获得的这个东西啊，那这样子的话是可以相守的，可以相守的啊，可以相守。这个怎么知道呢？啊，下面讲世主失落，失落是什么呢？失落就是这个梵文的两个字，就是希腊，希腊就是戒律啊，戒律，戒律，嗯，戒律，波罗蜜啊，他说这个菩萨啊，虽然喜欢美妙的东西啊，经常去看电影啊，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穿着打扮都是非常的时尚啊，非常时尚，最穿的用的都是最流行的，而且是近几年最流行的东西啊。但是呢，他是不是没有戒了呢？啊，他是不是这样子就没有戒？他是不是这样子就犯戒了呢？啊，不是，佛就讲，如果你有一个东西啊，这些相守都没问题的啊，是什么东西呢？皈名，皈名就是佛皈依的意思啊，皈依，嗯，皈名就是皈依，皈依谁呢？皈依佛法啊，僧啊，佛法僧。如果你是发自内心的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啊，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为了牺牲自己的性命、生命，也就不放弃啊，不放弃这个三宝，有这样子的这个非常非常标准的啊这个皈依。然后呢，还有一个念我当真。一切智，一切智是谁？佛，一切智就是佛啊，一切智是佛。念我，我是指的是谁呢？前面的这个菩萨啊，菩萨，初学智的菩萨。念就是说他发愿啊，他发愿，如果他发愿，我要争啊，当争就是我要争得佛的果位啊，实际上这就是菩提心。啊，我们天天讲的这个菩提心，嗯，如果两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他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坚定不移的皈依，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就是发愿，他一定要成佛啊，他一定要为了一切众生成佛。那当我念念，就是他有这种啊这个信念、这个想法、这个发心啊。我就是指的是这个菩萨，初学者的菩萨，我一定要啊当证，就是我应当啊证得一切智佛的果位。只要有他有这个心愿啊，这就是菩提心啊。简单的说，如果这个人有皈依啊，有菩提心，这些内在的东西有的话啊，那么虽然他天天享受啊。前面这样的这个无欲啊，前面这样的无欲，但是他是不是没有戒律？当然有戒律，是住啊，住就是他有这个戒律，不但是有戒律，而且他的戒律是波罗蜜啊。波罗蜜是什么呢？不，一般的戒律都不叫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已经达到了彼岸啊，已经达到了彼岸的这样子的戒律，嗯。那么他不是刚刚开始学习这个学佛吗？怎么可能就达到了彼岸了吗？那现在当然没有达到彼岸了，但是呢，他这个戒律是很快就可以达到彼岸的戒律啊。这个戒律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这个啊，我们这次讲的古典，古典就是最古老的、最传统的佛讲的啊，皈命佛法。己身重，念我当证一切智，这是古典啊，这是古典，嗯。然后呢，菩萨啊，睡了守无欲啊，守无欲是什么样的人啊？比如说什么样的时代
有什么样的这个无欲，比如说2500年前佛住持的时候的这个无欲，跟我们今天2500年之后的无欲当然是不一样啊，整体上那就不超过这五个，不超过这五个。那但是呢，色啊、声、香啊，那么佛那个年代啊不存在的，今天啊都有啊都有。那么每一个念，每一个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这个无欲啊，不同的无欲。那么我们比如说现代人的话，那就是去享受现代人的啊这个无欲。虽然是享受了现代人的无欲，但是啊。如果是这个享受现代人的无欲啊，那么这个叫做现代佛教徒啊，古典跟现在，我们的对，所以我们对，古典啊，世上无欲，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无欲啊。和这一句话啊，刚才这个《般若四颂》里面的一句话啊的中间的两句话，就是如果他有坚定不移的皈依啊，然后就有啊我一定要成佛的这种菩提心，那么这两个就是古典啊，古典的传统的古老的啊最原始的时候佛讲的佛的思想、佛的精神，嗯。然后啊，菩萨啊，受这个无欲啊，无欲，我们刚才讲了，我们不可能去啊享受2500年前的无欲。这个我们今天除了梦里面做梦的时候以外，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个、听不到2500年前的无欲。那我们现代的人啊，享受现代的无欲，那么这个就是时尚啊。这两个都一个人一个标准的佛教徒啊，兼具两个都可以具备的啊。一方面呢，他是一个非常时尚的啊一个这样子的人啊，但是他可以就是修啊非常古老古典的啊这个佛法，这两个一点都不矛盾。这谁说的？这是佛说的啊，讲得这么的清楚。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啊学了佛啊，那么就是这些世上的东西啊都不要去碰啊，碰了就是不是佛教徒。这个想法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啊，是我们自己没有佛，不是佛讲的啊。这个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佛，不仅是佛经了，而且是佛亲口讲的大乘佛教。所以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佛教徒不能这个穿着打扮都不能时尚不能潮流这种想法真的是不对的所以呢当然自己有很多自己的生活这个上的各种各样的自己的选择也并不是说佛教徒一定要去享受无欲佛教徒一定要这个时尚潮流，当然也不是这个意思只要你自己喜欢那就没问题，不矛盾，就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是，佛教徒一定要赶上时尚潮流，当然不是这样子。如果自己喜欢，就可以过这样子的生活过什么样的生活，当然自己可以选择比如还有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出家人出家人的话，他平时是不能用香水。香水不可以用的但是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比丘他如果有这个香味那他的心完全能够平静下来大作非常的大得非常好没有这样子的香味的时候呢他是心里浮躁心静不下来然后呢总比丘把这个事情汇报给佛陀以后呢佛陀说他就是天人他的前生就是天人天人偷生下来的人偷生下来的所以他就是天生就需要这些需要这些香味所以
他有这些想法，他心静下来啊。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要心静下来，不是其他。那么允许他用香水啊，允许他用香水。当时的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的这个小乘这个佛教的这个比丘、比丘尼，他们的这个行为啊，是很多很多上面呢都是非常严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在这么严格的要求下，佛也就允许他用啊，因为他用，他没有别的意思，他用了，他可以心能够静下，他大作大得好啊。只要你大作大得好，目的就是这个啊，大作大得好啊。那么到底用什么？只要没有杀到阴王啊，那就是没有问题的，你用什么都没关系的。啊，如果我们比如说普通的很多的这个所谓佛教徒，还有就是这些很多的老师兄的概念，那肯定不是这样子了啊。出家人怎么可能用香水呢？啊，然后呢，菩萨怎么可能啊接受这个物欲呢？啊，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当然，比如说你不要这些物欲，不相守啊。过非常简单的这个日子，稍于知足的日子，那当然好了，非常好。并不是说刚才也讲，并不是一定要过这种生活。但是如果你啊，就是想过这样的生活，没问题。这很多人就因为这个啊无余啊放不下，然后呢又特别的内疚。那这样子是不是我没有戒律了？特别内疚。然后佛就告诉不要，你不要后悔，不要内疚。没问题的啊，只要你好好修行，有这个啊有皈依，坚定不移的皈依，然后你有菩提心啊，然后你的这个无欲啊也没有伤害到其他人，你这个无欲的享受啊没有建立在其他众生的痛苦之上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你这是正当的生活啊，这是。也有可能自己有这个过去的福报啊，过去的福报有这个福报，现在就有这样子的这个啊生活啊，这种生活谁不想过呢？大家都想过，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过啊，所以这个是自己的福报。那么既然是自己的福报，是这个因是你自己做的啊，种的你自己种的因，自己播的因，那么果。当然你可以有权利去享受啊，有资格去享受啊，只要你自己喜欢这样子的生活没有关系的啊，只要啊，当然这个我们要分清楚啊，杀盗淫妄这样子的这个事情跟这个两回事啊，不杀不盗不妄语，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啊有无语啊，然后呢都可以啊，都可以相守的，没有问题啊。那么由此可见啊，佛教徒不是一定要过这个啊苦行僧啊苦行僧的啊这个生活啊，不矛盾这样子的生活，时尚潮流啊，还有非常丰富的物质生活，跟佛教的修行不矛盾啊，只是说不矛盾，不是说一定要过这样子的生活啊，是说不矛盾啊，这个我们。啊，也不要理解错了。这是第一句啊，然后呢，接下来再看，又是这个啊，般若是颂的内容。我们刚才讲的啊，色就是比如说啊，我们想去看电影啊，看旅到这个全世界去旅游，去看这些风景啊，或者是把自己的这个身啊。身体的化妆或者是衣服啊，就是打扮啊，穿着打扮啊，就是漂漂亮亮啊，那么这些都叫做这个无语的色啊，这一类的都在这个当中。然后声音啊，然后我们比如说有些时候去啊听一听这个音乐啊，音乐会啊，然后呢或者是自己听音乐啊，或者自己弹钢琴。会弹的弹古筝，那这是不是佛教都不可以呢？也不是，等等啊，后面的这几个，那这个啊，翻译上面呢，这个翻译上面就有一点点的这个问题
博若师兄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啊，韩文的版本啊。那我今天找到的就是这个版本。那这个有一点点问题，问题是什么样子呢？这个有藏文啊，有藏文版。这个我们从藏文版的那个上面啊，可以看，可以理解到它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如果初学者的菩萨具足具足，而且这里面有"具足"这两个词啊，"具足"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五欲具足啊，初学者的菩萨具足，但是如果记彼缘觉声闻等这样子念，这个内容是非常不好理解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愿意学小乘佛教，这个比如说你想度化一切众生不屑不想得到缘觉和声闻缘觉声闻就是小乘的这个果报比如说我不想去得缘觉，我不想成为阿罗汉这意思。这意思呢，下面的第三句话，如是之法如是之法系原理，原理什么呢？原理我要证得阿罗汉，我要证得这个缘觉，意思就是说我自己一个人解脱，我要了脱我自己的生死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原理这样子的这个如果原理这样子的想法如果原理这样子想法。那这样子的话，灯影不离菩提心这个翻译也是很不好理解的。意思就是说，要这样子理解。那如果你不离菩提心你有菩提心，然后在有菩提心的情况下，你去追逐色想色声香味触五欲但是你没有这个知识没有我个人解脱，我一个人解脱的这种想法原理这样子的话，那么你就是你这个是禅定这就是禅定。灯影就是禅定你就是处于禅定的状态当然不是这个，不是我们大坐时候的禅定，这也叫禅定。为什么叫禅定呢？因为时时刻刻你心里就有这个菩提心。虽然身体在享受，身体在享受五欲身体在享受五欲，但是呢，你的心远离了这个声闻缘觉，就是个人解脱的这个想法而且有菩提心而且就有菩提心，有了菩提心，所以你这个就是禅定，这就是属于禅定。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后面的这个藏文我们可能有一部分人可以看得懂这是刚才前面的第一句话第一句话的意思。现在这个就是第二句话我们刚刚揭示的就是这个藏文的这个翻译上这个翻译得非常清楚了，就这个意思。这里面呢，藏文的这个当中有"具足"这两个字。如果初学者的菩萨具足无余的享受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知识，想自己一个人解脱的想法而且有菩提心，那这样子的话，你永远都是禅定的状态禅定的状态。所以这个从这个藏文的角度看我们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前面的讲的这个内容就比较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再看一看这个这个大乘佛教。是怎么讲的然后呢，我们再看看小乘佛教
怎么讲？那我们有些人呢，可能会像大乘佛教呢，那本来就是比较开放的啊。那小乘佛教是肯定是要求我们大家过这个贫穷的然后艰苦的这样子的这个生活。如果小乘佛教的话，可能他不会说我们可以过这个物质方面的很丰富的生活，很富裕的生活，不能过。尤其是出家人更不可以过，小乘佛教肯定不允许啊，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啊，这是我们的理解啊，我们对这个小乘佛教的理解啊。但是小乘佛教啊，它也不是这样子啊，根本说一切有部啊，根本说一切有部是小乘佛教有十八部，十八部当中的一部啊，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呢，就是他的戒律的一本书啊，就是戒律律经里面的一部。那么这个里面怎么讲的呢？啊，大家看看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佛言啊，佛就说：汝等若以心性投我出家，勤求涅槃，修金心者啊，佛就是说，如果你们啊非常虔诚的心啊，投我的意思就是皈依我啊，投奔啊，投奔投靠啊，皈依都是一个意思，跟刚才这个般若师兄讲的都差不多啊。如果你们啊以虔诚的心，以心心来皈依我啊，然后出家啊，那不仅仅是出家，而且请求啊这个解脱，想解脱。这个里面呢，当然不是说像这个成佛啊，而是像这个了脱自己的生死。这样子的这个人啊，这样子的人啊，那么次诸逼处，逼处是逼求啊，逼求，逼求的意思，逼求的这个音啊，逼求的这个梵文的音。翻译了中文的时候，这个写法就有好几个写法啊，就是逼求。那这个逼求，什么逼求呢？就是刚才讲的，第一就是皈依佛的啊，皈依佛的；第二就是出家的；第三就是不仅仅是出家，而且想解脱啊，意思就是有出离心啊，有出离心的这个逼求。那么这个逼求，他可以穿什么样的衣服呢？啊，他是不是一定要穿啊非常非常啊这个破的衣服呢？啊，他说：“所着衣服值一亿金钱啊，一亿金钱，一个亿啊。他如果穿的衣服啊值一个亿啊，那么也没问题的，可以的。一个亿它不是一个标准的数字，意思就是没有什么限制啊。”他穿再贵的衣服都可以的。如果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如果一个出家人啊，不说一个亿啊，如果穿个一万块钱的衣服，那我们的社会怎么会怎么说呢？网络上是会出现什么样的这个信息呢？大家想想啊，一定会说，怎么可能出家人穿这样子的衣服呢？大家都会这么讲。但是佛是允许的啊。当然佛不是孤立出家人过这么奢侈的生活啊，当然不是这个啊。但是如果啊，我们这个就是中间的一部分，这佛这个佛经讲一般的情况下呢，出家人啊就是要稍予知足啊，要过最最最简单的生活啊，吃住用这都是越简单越好，稍予知足，这是一个我们的出家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原则啊。但是佛说，如果你不需要这个自己去花太多的时间，由人供养，而且你对这些东西没有这个太多的执着，那这样子的话也是可以允许的。佛只是说允许，而不是说你一定去过这样子的时候。佛也没有鼓励我们去过这么奢侈的生活啊。但是佛就是说，如果你过上这样子的生活，那也可以的啊。这是不会与佛法产生矛盾啊，
不会跟出家人的戒律产生矛盾啊，仅此而已。当然平时他不出家人的衣服，当然这个佛不是啊鼓励我们穿这样子的衣服，但是如果不需要去花太多的时间，自然而然就得这样子的东西啊。那么可是不是穿这样子衣服是不是一定会违背佛法呢？那不是啊，不是。那我们这个佛啊允许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呢啊，这个社会肯定啊，我们平时啊用稍微好一点点的手机啊，稍微好一点点的其他东西，如果被人发现了啊，立即就会做一大堆的人出来说，为什么出家人这样子呢？啊，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理解是说，出家人是一定要过啊贫穷的生活，越贫穷越好啊。当然了，这个是出家人过这个稍欲知足的这个生活是理所当然的，非常好，应该这样子啊。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啊，如果过了这样子生活，那就是违背佛法啊，也不是这样子啊。佛教是永远都是针对我们的内在的贪嗔痴啊，而不会针对外在的这些心识的东西啊。那如果穿这么贵的衣服，那这就说明你内在有问题啊。啊，这样子的话，那也说不清楚，也许有问题了啊，内在有问题，所以就穿这么贵的衣服，倒也不一定呢。比如说，他的施主啊，他的施主他的施主的心意啊，一定希望啊，这个让他穿这样子的衣服，当然意义这个是不可能了啊，就稍微贵一点的衣服，那也不会违背啊这个佛法，所以。我们在这句话里面，我们要知道，出家人也好啊，在家人也好，我们佛教徒啊，虽然我们的原则是这个稍欲知足啊，这样子是最好的生活啊，极简主义的生活是最好的，这样子第一个对我们自身的健康，还有这个环境啊，还有就是不浪费那么多的这个资源，各方面啊，各方面讲。啊，那是最好的，越简单越好。但是啊，就是这个两个极端啊，两个极端，出家人去追逐这样子的奢侈的生活，那肯定是违背了啊。但不追逐的情况下啊，不追逐的情况下，他有，那么可不可以呢？啊，那我们的佛教徒肯定会说不可以，但是佛就说可以，没问题的啊。然后呢？所住方舍啊，他所住的这个方舍，至金钱五百啊，至金钱五百是什么意思呢？五百到底是什么呢？方子就是五百块钱吗？啊，那这个也是有点翻译上的一个出入啊。这藏文的这个戒律律经当中呢，他说如果出家人啊用。一套啊，一栋楼就是有五百间，这个一栋楼有五百间，有五百间的一栋楼啊，他一个人用啊，他一个人用啊，那也是可以的。比如说他的施主啊，一定要他用。那么他如果一个出家人用这么五百间，有五百间的一栋楼，那他是不是已经违背了佛法？那得要看他的内心。如果他贪这样子的。生活奢侈的生活追逐啊，那当然是不对的。更严重的就是，如果这个他是怎么得来的这东西啊，如果是不正当的手段得来，那就更不得了了啊。但如果这些都不是，是正常的这个正当的手段啊，或者是施主供养一定要请求他用啊，那么用了我们是不是这个违背了佛法呢？他说不是。啊，不是佛说可以的啊。那这比如说一个人就是用一栋楼有五百间的一栋楼啊，一个整个一个大楼啊，一个出家人用的话，那我们想想这是什么概念呢？啊，我们所有人一定会说这个不可以，肯定是违背佛法的，我们都这么说。但是佛就说这个，如果有这个条件可以用的话，可以用，没问题。主要是看你的内心啊，你有
这个佛这个地方呢不会说啊请求成佛，这里就是说请求涅槃啊，你是第一个啊，是这个皈依佛皈依三宝的，第二个就是有出离心的啊，诚心施以的求解脱的这样子的人啊，那么这样子的话这无所谓的，你用了也没关系的啊，这样子。然后所当应是具足百为啊，一百为啊，一百个为道啊，一百个为道，也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丰盛的啊，这样子的。那是不是啊？这就违背了呢？也不是，佛说这都可以的啊。然后佛就是说，入舍等食啊，这些东西前面讲的穿的衣服啊，住的房子，然后就是吃的东西，这些东西啊，佛说我皆听受。啊，佛就是说这些都我能接受啊，我能开许，入禀堪效啊，你就可以把这些全部啊可以用啊，我能够接受，我允许，所以你可以用啊，就这个意思。从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佛对这个出家人的要求也是这样子啊，所以学佛的人一定要这个苦心，这种概念啊是不对的。那为什么我们过去的啊很多的这个成就者都是非常艰苦、非常这个苦心呢？啊，那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条件就是这样子。如果要想过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生活，这样子的话，那就需要啊花时间。花时间，那么他们就不想花这样子的时间，不想浪费这个时间啊，所以他过一个非常简单的生活，然后就修行大作，为了这个生活不愿意花这样子的时间啊。那么这些啊，从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到啊，如果是对出家人的要求都是这样子的话，那更何况是在家人呢？那么在家人的话，你穿什么住什么啊，吃什么啊，根本就是没有要求，只要我们的穿住吃没有伤害到其他的众生啊，没有建立在其他的生命的啊这个痛苦的基础上啊，这样子的话，那么你吃什么再丰盛的啊这个饮食，然后呢再昂贵的衣服啊，都是没有关系。那啊，当然，如果我们啊用的吃的这东西都是这样子，然后呢，自然而然心里就产生了一种傲慢啊，傲慢心。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有那是另当别论啊，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个吃的好的原因呢，因为吃的好、用的好以后呢，然后心里面呢。有一个就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啊，这样子就是有了这种傲慢心，这是因为有傲慢心，不是因为吃得好啊。如果没有傲慢心，比如说你一个五百间的一栋楼啊，跟一个茅棚啊，就是在你眼里啊，这是一个人住的地方而已，这是一个人的一个居住的地方，就这种看法。平等的，没有特别，没有觉得这五百啊，这栋楼没有觉得是有什么特别啊，那就没问题的啊，可以用的，就是这个是小乘佛教的啊，小乘佛教对出家人的啊这个要求啊，那么对在家人的话，那我们就由此可知啊，可见对这个在家人的要求就更加的没有什么要求了啊，这个方面。然后这个呢，又是根本说一切有补啊，根本说一切有补的一百个结摩。结摩是什么意思呢？又是梵文，就是 karma 啊 ，karma 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佛啊，佛的僧团的僧团的所有的这个啊要决定的事情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民主啊，他们。佛陀也不会决定的啊，佛陀一个人不会决定，一定要有四个人以上的啊僧众，然后呢僧众大家
决定啊，只要比如说我们有100个人，然后呢这个芥末啊里面呢有100个僧众的这个平时要做的一些事情，那么这个给大家商量的时候呢，有一个医师念给大家啊，然后呢大家啊同意啊，那么大家都不发声啊，这样子这个就通过了，可以做了。如果这个当中有一个人啊持反对意见，那这个结盟就是不成功的啊，然后就不能做了。所以僧团啊，僧团就是过去佛也不会这个做主啊，就是让大家来商量。那么这个仪式啊，这个方法就叫做这个结盟啊，叫伽玛，有100多个。那么这里面呢有讲啊，这也是小乘佛教的啊，就说。也跟那个我们上前面的这个内容是一样的，佛言啊，我今听许啊，听许就是听而许之啊，听了以后我就开许啊，允许就这个的意思。住由发心求涅槃人啊，小乘佛教的这个求涅槃。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出离心，出离心，求成佛啊，就是菩提心；求涅槃啊，求涅槃啊，就是这个出离心。如果有人啊有出离心啊，来以我所，就是到佛的跟前来啊皈依，这个我前面讲的是一个意思啊，这样子。修精心者啊，清净的修心啊，这个很用功的这个修心的人，那么他啊可以啊用什么样的衣服啊，可以住什么样的房子，这上面的是一个意思啊。所住衣服价值1000两金啊，那上面就是说1亿啊，这里就是百钱，那么这个百钱两的金啊，黄金啊，又不是银啊，那实际上这个也不是一个刚才讲的，不是一个很标准的数字啊。意思就是说没有这个限制啊，再贵的也可以的，就这意思。所住方舍价值500啊，这价值500的话，这个我们就不好理解了。但是藏文里面就是这样，它的住方啊，就是由500间啊房子的一栋楼啊，一栋楼也是可以，所但银是6位居住，刚才就是100位，现在是6位，是不是少了一点呢？不是啊，100位就是除了这个6位以外没有100位啊，100位就是这个6位啊，6位100位就可以归纳为这个6位。1000位、10000位，也就实际上归纳的时候就这6位，没有别的。此等供养啊，悉皆消受啊，这样子的供养啊，可以消受的，可以用的，可以用的。然后出家人啊，比如说收比丘戒的时候，收完比丘戒以后呢，他会给啊这个收戒的人。给他讲11个啊，11个教言啊，11个教言。那么这个11个教言当中呢，前面的几个是跟他的生活有关系啊，生活有关系的时候呢，然后就这个衣食住啊，都会告诉他，会说啊，出家人呢应该啊这个穿比较简单的衣服，以前是叫做这个分少衣。啊，分少衣的意思呢，比如说就像我们今天啊，就大家扔在垃圾桶里面的不要的东西啊，捡来然后呢洗干净啊，把它称为这个衣服啊，这叫做分少衣，就是垃圾衣啊。出家人就是穿这样子的衣服的啊。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不需要花时间有人供养你这么贵的衣服，然后呢啊，而且你也对这个衣服没有什么啊特别的留意眷恋，那这样子的话你也可以用
啊，所以你的生活以后就不要躲两边，不要极端啊，不要极端的意思呢，你不要刻意的去追逐这个奢侈生活啊，不合适的，这出家人的身份不合适啊。但是呢，你也不要刻意的去过非常艰苦的日子啊，这也不是因为我们艰苦就解脱啊，不是因为我们贫穷就解脱啊，而是因为我们修心消灭自己的烦恼啊，才能够啊，才能够解脱，才能够成就。嗯，并不是因为我们是这个生活物质生活过的啊这个贫穷，那我们是不是解脱呢？当然不是，也许反而更多的烦恼。所以啊，所以他每一个时候都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衣服啊，然后住房的时候也会讲啊，出家人呢平时要住，比如说这个森林，然后就是山洞、森林啊，简单的茅屋啊，简单的茅棚啊，这样子平时就住这样。但是如果你不需要啊，这个自己花时间这样子的情况下，用这样子一栋楼有500间的一栋楼，有人给你了，那么你能不能接受？你是不是一定要拒绝呢？也不是啊，也可以用啊。所以这个生活这个方面呢，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啊。那么你要过一个贫穷简单，或者是过一个比较奢侈一点的生活，那么这个就是首先第一个以你的福报来决定，第二个以你的心态来决定啊。过什么样的都没问题，只要你有出离心啊，只要你对这些东西，把这些东西吃的、住的、用的啊，只要把它们当做一个普通的生活的这个生存的条件来看来用，那就没问题的啊。所以你不要刻意的去追逐啊奢侈生活，这当然是不对的啊。但你也不要刻意的去追逐贫穷的生活，贫穷的生活不能解决问题啊。有些外道啊，有些外道，那么就是刻意的啊，这个折磨自己的身体。嗯，那么他的观点是什么呢？他认为啊，如果我们刻意的折磨这个身体，嗯，这样子的话，以后啊不会轮回，这个轮回是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身体，就这两个，任何一个东西啊消灭了，那么就可以啊不轮回。但是佛教不认可啊，佛教不认可。当然如果你的内心当中的烦恼都断掉了，你可以解脱，但你折磨你的身体有什么用？没有用啊。这身体呢，我们不需要可以折磨，到一定的时候它会衰老，它会生病，最后我们需要离开。但是你解脱了吗？当然没有解脱，下意识还会有一个身体，所以对身体的这个折磨是没有用的啊，没有用的。但是很多的外道啊，他们有一种方法，就是一种修法，就是刻意的去苦心啊，刻意的去苦心。那佛教就反对这种修法，所以佛就是说，你不要刻意的去过贫穷的生活啊，这是一个极端；不要刻意的去追逐奢侈的生活，这是一个阶段。那么你就过一个中间的生活，平时呢，尽量的稍与知足，过简单生活。如果一定要过这样生活呢，也可以，没问题，可以的啊。那这样以后呢，我们由此看见啊，可知佛教的这个对佛教徒的要求啊，是这空间啊是很大的，生活方面的。那佛也没有一定要让我们要求我们去高这个过非常奢侈的生活，也没有要求我们去过很这个贫穷的生活。生活就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好好修心啊就可以，就这个态度啊。那这样以后呢，我们啊就知道了啊。第一个是戒律方面啊，也大家也不要那么过度的这个紧张啊。然后呢，生活啊，尤其是出这个在家人的生活方面呢，只要我们的生活不涉及到这个杀盗啊，
这个殷王这样子的话，那么过奢侈，你如果自己喜欢过非常奢侈的生活，可以的啊。如果自己可以过一个非常时尚的潮流的这样子的生活都没有问题，过什么样的生活都无所谓啊，都没关系，只要有出离心啊，有皈依，有出离心，然后有菩提心，那就更了不得了啊，这些才是最重要的。然后这些是这个藏文的内容那这个我们可能有一部分人也能看得懂藏文的内容都是这样子。好，这个我们今天的课就是这些内容了那么我们现在在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呢再归纳一下归纳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理解我们可以这个比如说一个在家人一个在家人这样子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用最古老的、最古典的最传统的这个佛教的这个思想和精神，内在都是这样子，然后外在佛教徒不要对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不要对家庭，不要对同事格格不入，大家怎么样就怎么样。当然有些原则性的东西杀到阴王我们不参与尽量的回避，实在是没有办法回避的话那就忏悔那就忏悔。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都可以过一个非常轻松自在这样子的这个生活这样子的生活。那么轻松自在这样的生活会不会很幸福呢？那就是要看自己的心情然后要看自己的修行，生活是可以这么过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知道这个现代的这个生活的方式现代的这个饮食还有这个现代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生活的方式，除了跟杀盗淫妄有关系的、涉及到这些的以外跟佛教是没有任何的冲突我们必须要结合一定要结合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最能够跟这个现代生活结合的，最能够容易结合。然后在观点上面，那么佛教徒一定要很多很多的时候要讲科学科学的很多的这些实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在宏观世界没有太多的帮助，但是佛教也不太讲这个宏观世界佛教讲的像须弥山很多很多这些宏观世界是当时2500多年前的印度人的这个想法，佛也没有更多的去争论，那就是大家怎么说就怎么讲这佛的这个为什么这么讲，这个佛的意思佛这么为什么要这么样怎么讲的理由，佛经里面也很清楚，因为这些都不是很重要解决生死问题才是最重要这地球是平面的，是圆心的，这都不重要。实际上地球这个世界也不是球心的也不是平面的，这个我们昨天讲过了这个就是以我们的感官，它到底是球心的还是平面的，以我们的感官来决定，而不是它本身决定。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其实以地球人的肉眼决定了它是一个球心的但是非常有可能更多的生命的感官决定它是一个跟我们的看到的完全不一样。这所以这个宏观的这个形状这些东西呢，它没有一个永久性的固定的形状它随时都会变的。所以呢佛经里面呢也讲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大小不一样、形状不一样的这样子的宇宙和世界。但是微观世界微观世界和超微观世界当中，然后这个现代科技的对我们的帮助也是很大的这个我们也要分清楚，是不是我们一定要用现代科学的帮助，一定要用科学来印证呢？当然不是佛教2500多年没有科技的时候呢，它有它的逻辑，
他的逻辑可以证明他的见解，他的见解可以让他达到他想达到的目的啊。但是如果有科学引证，那当然是更好的事情啊，更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佛教徒啊，那就是就在这个微观世界、超微观世界啊，像相对论、量子力学这些东西呢，很多很多这些东西啊，这些里面的不可思议的、不好解释的这些东西啊，用佛教的理论去解释，非常容易就可以解释了啊。就是现在就是在微观世界和超微观世界当中发现的，大家都认为特别不可思议的东西，在佛教里面呢没有什么不可思议，就是这样子，已经很早就讲完了，再下去还有更多的佛教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现代科学还没有讲啊。但这一块啊是未来有可能是走到一起啊，都没关系，这个我们先暂时不用管。现在已经被证实的这些东西当中啊，这些结果里面呢，有很多很多是跟佛的这个讲的微观世界完全是一致啊。所以我们昨天啊讲无我的时候呢，我们的直观看一个图片直接打坐就可以了啊，这都是现代科技对我们的帮助啊。那科学跟我们的佛法是完不是全面啊，不是全面，很多很多，而且很多关键的地方可以啊，对物质方面呢，还不是到内心啊，内心方面有点没有，这科学现目前还帮不了太多的，但是物质方面的这个很多观点啊，世界观啊，这个方面呢可以结合。然后呢，我们的佛法啊，可以跟这个现代人的生活啊要结合，然后就是佛法跟现代社会结合，三个结合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本来佛教是可以这样子的，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因为我们佛教徒的一些很奇怪的、很狭窄的这样子的想法，就把这个佛法跟现代生活和科学就离得越来越远啊，那这是人为的，不是佛教，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对佛法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找了一个大乘佛教的这个经典，然后再找了一个小乘佛教经典给大家看啊。那啊还有很多很多啊，得自己去阅读这个大藏经啊，这样子去知道的，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啊，这个对佛教的未来的发展啊，还有对我们个人的这个工作生活跟佛教不冲突啊，还有我们每一个人在大学里面学到的这些知识跟佛教啊，可以做一个完美的结合啊，这都完全是可以的啊。所以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可以一个非常轻松、非常自在、非常自然啊，很开心的啊，可以学佛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内容呢，虽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啊，基础的这个内容啊，但是我想这个基础的呢，我们有必要去了解啊。而且今天呢，就是不是我随便给大家讲一讲我的看法，就是要把佛经拿来给大家看。啊，佛经怎么讲啊？这些都是佛说了算啊，不是我们某一个人的自己的想法啊来解释，不需要这样解释，佛自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啊，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好，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里，还有15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有什么疑问，我们可以提问交流，欢迎大家啊提问题。尊贵的堪布您好，昨天您开示为动物修破瓦法时提到要将动物的头朝北，请问为什么不是朝西呢？人类也需要吗？佛圆寂的时候，佛圆寂的时候就是头朝北，然后由此向下，然后呢这样子圆寂的啊，这个里面就是有一定的跟人体的这个七脉明点的这个结构有一定的关系
那所以呢，我们以这个佛圆寂的时候的这个姿势啊，这个往生的话，那就是可以不多恶趣。然后呢，动物啊，我们在路上像狗狗、猫猫啊，看到这个受伤了、这快要死的这样子看到的话，那也可以这样子啊，头朝北，然后由此就放下面，这样子的话，动物啊不没有，虽然没有其他的，只是仅仅是这个姿势啊，它在这一世，至少这一世，它不会再多恶趣的，完全是可以保证的。但是呢，一世是有保证，但第二世呢，那这个没办法了。第二世、第三世轮回就是这么漫长的过程，那没有修心，这个没办法，谁也保证不了啊。但是有一世是不会多恶趣的，有帮助的。另外，若被超度的对象从来没有学习过破瓦法，为他修破瓦法是否有效？跟他修破瓦法很难啊。比如说从来没有听过、从来没有修过的，那这个时候给他重新讲破瓦法，然后让他按这个破瓦法的要求去修，那是很难的，很难啊。但是有一点点啊，这个训练的人呢，就在这个生死关头的时候是非常有帮助。这个我们昨天讲过啊，从来没有修过破瓦法的人，可能是效果可能是比较差啊。但是可能因为这个破瓦法呢，也就是在祈祷啊阿弥陀佛啊，就是通过阿弥陀佛的加持那么对他的这个往生是肯定是有帮助啊，念佛有帮助，因为这个里面呢有佛的名号啊，肯定是有帮助。那这个时候呢，我想比如说我们网上可以下载一个衣柜啊，这个叫做方生衣柜，不叫往生衣柜啊，方生的衣柜。但是这个方生的时候，我们给动物念的这些佛的名号，还有很多的咒啊，这都是这佛经里面最最最有加持的这个佛的名号和这个咒语啊。那么这个活着的这动物啊，放生的时候也可以念。然后人和动物啊，即将往生的时候也可以念啊。大家念这个仪轨，那可能是比普瓦法可能更有效啊，更有效，对他们是一定有帮助的。请问超度他人时用藏文还是中文呢？会不会有亡者听不懂的问题？当然有了。比如说像普瓦法这样子的话，那一定要让他听清楚，然后再去念啊。一般是我们有一些比较关键的这个念诵词啊，它是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者写的，所以呢，比如说他是一个藏族人啊，这样子的话，他的原著是用藏文写的，那么我们用藏文是最好。如果他是一个汉传佛教的大德啊，那么他的原著原文是用韩文写的，那这个是用韩文念是最好的啊，最好的。但是翻译了以后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听得懂啊。那最好的方法是首先把这个衣柜的内容就告诉他，然后就是用原文原文念这样子的话应该是最好了。重大灾难事件无法在亡者听得到的地方修法，可否在家观想跟亡者所有意识合一修破瓦？有这个比如说亡者的衣服或者是他生前平时长时间用过的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就是作为一个目标。然后呢，这个破瓦法里面呢有一个是把他的有一个意识呢，把这个人的身世可以招过来然后再往生观想的。我们超度的人观想的时候把这个亡者
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王者的心跟我们的心融为一体啊，然后把这个心就观向为昨天我们讲的这个实质，这样子往生啊就有帮助。所以如果观想啊这些都很认真的话，虽然比如说这王者的实体啊这不在啊，但是有效果的啊。有些时候刚才讲的比如说他升迁这个水果的地方啊，卧室或者是他用的床啊，或者是衣服啊，那么这些作为一个目标啊，有衣柜啊，把招过来，然后再这个超度啊，也有这样子方法。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那就把自己的心跟王者的心观想为一体啊，这样子超度是有帮助的。请问自己临终时处在不清楚的状态，是否有能力唱仪轨？可否直接观想祈请阿弥陀佛，然后送出名点到佛心间？是，这个时候可能是没有办法唱啊，没有办法唱，而且更没有办法唱这么多的仪轨。这个时候呢，直接就用后面的就是啪，就这几个字就可以了。尊敬的堪布您好，昨天的讲座提到我们的人生是佛的坛城，然而现在整形风气很盛行，请问堪布整形有过失吗？现在什么盛行？他的意思是说这个身体是佛的坛城，那你整形了以后他还是佛的坛城吗？什么以后是佛的坛城？就是整容了以后。哦，整容以后啊，那就佛的坛城的一部分就已经不存在了啊。对啊，这开玩笑的，整容当然不会，所有的物质啊，所有的东西都是佛的坛城，所以再怎么样整都无所谓的，都没关系的。堪布说临终助念是非常好的，请问有没有人是不适合助念的？譬如身体不好、运势很差之类。因为曾经听过有师兄说，有上师说不建议去参加助念。没有这样子的，我认为啊，没有这样。比如说，只要你是以慈悲心做这个出发点啊。然后就是为了帮助人，就这么一个非常单纯的目的去参加的话，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啊。但是如果你去参加这个超度，然后从中就吐一些名啊利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任何人都不可以参加，任何人都不适合参加。所以身体允不允许参加啊，那这些都是另外一回事吧。如果比如说他生病了没办法参加了，当然可以不参加但是呢也没有说超度的时候病人不可以参加，我觉得没有这样子的说法。尊敬的堪仁波切，就是灌顶的时候需要跟随上师念诵一些咒或偈颂，但是上师念的速度很快，弟子又听不懂藏文，整段下来没有几句念得正确完整，也不懂自己念了些什么，这种情况是否真能得到灌顶和其中的皈依与戒体？这种情况就很难说能够听到能够得到灌顶了，一般都是得不到灌顶的。因为灌顶比如说这些仪轨和咒语啊念得不准确，发音不准确没关系的，只要知道这个内容是什么啊。然后呢观顶的时候呢也有很多要求，比如说我们受观顶的人要去观想的啊，那么这些听明白了很认真的去观想，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念诵有些时候跟不上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不知道在念什么，那这个就是难啊。按这个密法他自己的要求，那这个是几乎是得不到观顶的，很难很难。所以啊，我们就建议大家
以后这个学米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就是首先第一个先去了解一下密宗的十四条根本戒先去了解一下这个能不能做到做不到那就不要去观定如果能做到就去观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去了解一下什么是观定观定的时候怎么样去观想，我们怎么去观想这个回灯之光里面有一个文章，就是如何接受观定。那这个里面呢，大致上就介绍了观定的时候怎么想每一个观定有四级观定四个级别的观定，每一级的观定是什么意思？然后呢，这个每一级的观定的时候怎么去想大致上有介绍，因为细节上很多观定的很多的本尊的观定的细节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细节是没有办法讲，但是大致上有介绍所以首先第一个就是先把密宗的十四条根本戒先学习完了以后呢，再去学习一下如何接受观定第三还有一个就这个也是在回灯之光里面有除了回灯之光里其他地方都有的，有一个叫做金刚上师与观定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要了解一下观定的上师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上师那这个也要了解一下，这三个都自己学好了基本了解了以后呢，然后再去观定观定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今天是来守观定的，虽然这些细节我听不清楚，但是呢我就是要守密乘戒我就是要受这个观定。那每一个级别的观定的时候把大致的内容想好做好这样子的话，我想有些个别的这个咒语和个别的仪规跟不上听不懂可能没有问题这个很非常重要的。堪布您好，我个人对时尚比较沉迷，也常常自责，责问自己为何如此执着。我想问，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把您的观点理解成自我开脱的借口怎么办？如何能放下这种执着？执着呢，我们对很多东西都有执着的，比如说我觉得时尚不对，传统的对，那这也是执着呀，一样对传统的执着都是执着，但是执着也有很多不同的执着，先放下，比如说对杀刀淫妄等等这一类的执着先放下然后呢再放下我们生活上的其他的这些执着，要逐步逐步的放下，放下的次第呢就是这样子。那比如说我们对这个时尚特别的执着，那从比较高标准的要求看，那这个是不是不对呢当然不对但是同样的我们对传统也不对我觉得比如说时尚不好传统好，我特别对传统痴迷那这个是不是执着呢？也是执着，这些都是执着。那这些执着呢不是很严重那如果是你觉得这个执着不太好，所以要逐渐逐渐放下，当然也很好的但是如果暂时放不下的话，也不会妨碍我们的修行只有这样子理解。堪布您好，我是男生，我很喜欢女生，但是我内心最终还是希望能够这辈子证悟解脱，请问我应该怎么看待这个比如说所有的男生都会喜欢女生，所有的女生都会喜欢男，这是人的这个天，这个人的本心这个人包括动物都是这样子，这个呢不会太多的去妨碍你的这个证悟这个烦恼一般的烦恼不会
妨碍这个证悟。如果有烦恼就不会证悟的话，那我们永远都没办法证悟啊，因为我们心里面都是这个烦恼。所以这种烦恼是所有人都有的烦恼啊，这是天生的烦恼，这没问题的。只要好好修心，从十加心五加心一步一步修的话，可以证悟，也完全没问题的。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上师，家人要催婚了，但想到功课太多，预计受不了家庭、工作、修行、发心的压力，要怎么办？是啊，这个确实是一个矛盾。这个就是看情况啊，家里的人催婚，然后就除了修心的压力以外，还有太多太多压力的人，相当相当普遍，相当的多。但是当然了，从这个满足父母的这个心愿，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还是要考虑这个满足他们的要求。然后呢，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呢，那这修心也是很重要啊。那么这两个怎么样调节，把这两个不要矛盾，应该是有办法的，想办法这两个找一个平衡点。要不然的话，就给父母谈判啊，就是延期两年啊，两年之内我把十加薪五加薪全部修完啊，修完了以后再去结婚。好，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回想。So nam dayi tamja zangpa nyo domne nipi dhanam panshe Yiga nanji walong chungpa Chambin zolin chungwa chungwa shu Om ahong pan zangka chungpa ma sada Om ahong pan zangka chungpa ma sada